有大人肚子，要有专职的保姆吗？因为他说我要跟你们去，我又这边没办法，你没什么可以管。对啊，你会开两个，你又说他下下次大家去学校合车才。对，没有，现在还没有开。我现在没有开。还没，还没。家里比较好，玩具有电视看。真的、哦，这里我才追剧，平常追就好了，六日别追。哇塞，你这也太大了！不是上次打不是那种脱胶，后来粘好了。哦、你也有见证到对不对？有七点。哎，可以了，蛮会开心的。不是，要特别跟你讲，这双鞋子你有没有印象？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有历史的吗？看球赛吗？然后他说，在有人正在抢购。他跟我讲，我就带他去。他这果真抢到一双，就是物超所值的。反正已经够狠了。我不是，重点是买完没有马上穿。我们可以先讲出来，因为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样。哦，对。